每天起床非常早的两人组，哎，我肚子在叫。吉雅喂了鸳鸯，大家在吃月饼，这是鸳鸯祝大家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啊、月饼吸起来，吸起来，吸起来。好了，给他配了咖啡，真不错，是什么味的？咸蛋黄哦，咸蛋黄。I don't like。等一下，我要做月饼了。我今天打算做一个芋头的，然后还要再做一个红豆。Hello， 大家早安，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真真，这个新杯，这是我前段时间收到的一个自己手画的，然后擦干眼泪。但是我不太舍得用它，因为它的风味是青苹果黑醋。是红豆馅，这是芋头，是紫薯，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买了晶体月饼的预拌粉，然后是模具，是抹茶粉、南瓜粉，就是装它们的东西，还有这个秤子。开始啦！我好像忘记这么做了，就是没有放进去。勤奋的星星子，在中秋节给我们一家人做月饼。看看，这是我。哦，酷！大家，谢谢大家送的礼物，我感觉自己参加了一趟握手会。耶！受到大家的爱。你看，这里都是他的衣服，各种各样。还有一个狗狗。等到了月饼的季节。是前段时间收到的一个花瓶。I'm hungover again. I went out with my friends. They said it'd be fine to get out of my mind. Now I'm stuck in my bed.Gonna bail on my plans so I can sit here and cry and think of the time in 2009 when I said the wrong thing. I know myself that it's Hello, 大家好，我给鸳鸯买的喂食器到了，但我现在有点不太会用它。我打算看这个说明书，我找了很多加了那种博主嘛，然后他们都说这个比较好用，我就不打广告了。蛮多人推荐这个，怎么用？快速上手，备用电池安装，接五号电池。要先下载这个 APP。
doesn't feel like a lot when I'm unhappy. Hello, 大家，今天跟好朋友们一起做吃的，我已经买好了一堆食材。To the bad days, to the breakups and the birthdays. Here's to the best days, to the worst days. Cause I know that I'll be okay. Here's to the good days, to the bad days.外卖打包的吧，很可靠。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打包人，这怎么能把它装得这么的好，就一点都不显得非常的多，简直就堪称完美。看，然后那里还有一袋，对，今天有一丢丢的塞。整理了一下我们家的月饼，就是说都很厉害，就是各种都有，这是故宫的，这是美心的，然后这是迪士尼的，你看这样打开是一把扇子，那边也是，就是这样子的感觉。收到了一个礼物，真真，打开你的天灵盖，哎，反了，错反了。你看这样子，这是一个耳机套，是今天送我的礼物，但是要穿背心的时候才可以弄。时尚潮流，明天可以带着他去迪士尼。可以。你今天要开瓶这个，我看一下，为什么它会转？还转是不是？什么鬼？啊？啊？下次啊，再这样子。终于开了，哎妈呀，太不容易了，很久没觉得如此的，从未觉得一个酒瓶如此之难开。今天好有镜头感，我一打开你就那个。今天跟大家说早安，他早上的凉已经出来了。哎，来过来，今天要去拍东西，然后早上起来洗了头，这是一杯冰美式，然后要喝一瓶水，益生菌消水肿，还有这个面膜，这就是我早上一天所需的东西。当然还有这个，整整整整，他站起来就会有那种挤挤的感觉。给你买的零食呀，山羊乳，你看，草莓磨牙棒，苹果磨牙棒，吃药药了，很甜的啊。干妈给你喂磨牙了，喂呀，好香啊！干妈给你磨牙，放磨牙了，来看，看会儿，没事。哇，草莓味的，好可爱。
to tell the world what I've got to say. But I had this dream right inside of me. I'm gonna let it show. This is real, this is me. I'm exactly where I'm supposed to be now. Gonna let the light shine on me. Now I found who I am. There's no way to hold it in. No more hiding who I wanna be. This is me. Do you know what it's like to feel so in the dark? To dream about a life where you're the shining star. Even though it seems like it's too far away, I have to believe in myself. It's the only way. This is real, this is me. I'm exactly where I'm supposed to be now. Gonna let the light shine on me. Now I'm back where I am. There's no way to hold it in. 天黑的如此之快，又看不了了。我要去买一个超级什么竹筒的一个拿铁，对，是那个小鸟咖啡。之前其实本来就想买来着，但是一直没有时间过来嘛。它好像就是中秋节那几天有，就是它的拿铁是拿那个竹子的桶装的，蛮神奇。我这里要开这家汉堡店。现在南京西，今天周四，人还挺多的。我现在这里上面全都是胶水。我。真是一个爱干净的小土，在我身上就我真的很难受，就表情也没有办法做好那种。这是一个拿铁，好像没有了。就很单纯的拿铁，也没有什么甘蔗味。确实有一点点图文不符，但是它是好吃的蛋糕。
Hello， 大家，我现在正在出去的路上，这是我今天带了我的新头巾，现在我要去陪 Gia 吃个饭，就去买东西了。然后过生日，串串，大概就是我，也是我新买的，带了我的相机出门。但是这台相机没有闪光灯，它只能在那种就是日常的白天或者是商场里面拍。对，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店。那我金吉雅很帅，耶、yeah! yeah, ，帅气哦。好了，我真的每天都搞不懂相机到底在想什么。竟然约我八点钟出来，我们坐这里。八点钟过来的意义是人少吗？确实没人，包场了，真不错，这样不错。干杯，看你先喝，我点了你喜欢喝的。嗯，很好喝，哎，对不对？你也太好喝了吧。Hello， 大家，我现在来给雪阳玉主我买生日礼物了，猜猜我给他买什么？我给他买这个的 Y， 走吧。今天是9月24号，距离小月卓生日还有一点时间。刚刚直播的时候终于找到了生日贺卡，打算现在给他写，但其实想给他写的东西很多，这一点可能没有办法装完吧，但是尽力用这八分钟的时候疯狂的写。好了，现在要开始了。天天大学，大人们嘉兴大学，快看怎么明明我的觉得突然觉得我的发质好像还蛮不错的，比我想象中好看。哦，别坏了，不用怎么修。我也觉得，哎，先别修吧。你走之后，我再也没有留过齐刘海。他已经好久好久没留过齐刘海。我最近看《街头女战士》，然后我就有点被那个他的那个齐刘海给那个叫什么 Nosey。那他也有可能一开始没想剪啊。谢谢大家今天送我的礼物，真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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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谢谢，这是我的齐刘海，今天是怎么不增粉？大家就是说很像直播女的。谁长寿啊？祝杨姐长寿，绵延不断的寿命，好不好？来，我们在长寿路吃海底捞，你做了一个长寿面，让他我们不会唱。其实现在的人的年轻人看着我们相亲又相爱。哇，怎么的？来了。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
到这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视频，请给我点赞、投币、收藏还有关注。如果你有关注我的 vlog 的话，你可以关注我吧，这样子下次更新的时候你就能收到提醒了。如果你喜欢阿星的话，也可以关注应援会913381982。那我们下期再见啦！祝大家国庆节快乐！